实中好多人的个头还是不怎么理想的，明星也是如此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最喜欢的周迅是怎么穿搭的。她身材娇小，但是每次穿衣感觉还是挺显高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学习周迅这身香奈儿套装，真的很显得个子高，这身我们完全就可以照搬好不好？当然我不是谁非要买名牌，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找相似款就好。白色 T 恤搭配高腰皮短裙，那简直就是显高必备啊，脚踩一双高跟鞋，小个子照着穿，保证有人说你身材比例超级好。白色 T 恤搭配阔腿裤，那就妥妥的显高，不信你去试一试。白色高领上衣搭配高腰蓝色短裙，脚踩高跟鞋，不用我说，你们自己看效果就好。简单的白色 T 恤搭配连体裤，周迅你太会穿了，小编前段时间也买了这么一套，真的很显高。其实原理就得提高了腰线，拉长了腿型，超短连衣裙显高又优雅。你指的拥有摩穷连衣裙搭配高跟鞋，脖子上一条夸张的项链，很是优雅。如果想显高还想日常的妹子，可以选择 V 领衬衣搭配牛仔裤，当然还是高跟鞋。白色宫廷风上衣搭配碎花裙，这个没有年龄段的限制，即使你四五十岁穿也不会有违和感。这套连衣裙我太喜欢了，穿上就是女神了。蕾丝连衣裙是每个女人的梦想，橘红色短裙套装真的很漂亮，我也准备买一套的。